是滴咚咚侠。博士，我要变强，变得很强。请你告诉我一个能够最快变强的办法吧。现在已经不打仗了，你变强想干嘛呢？变强就可以出现在其他的作品里了呀，而且只要能变强，下一部作品里不是主角也是 boss 呀。最少也会有点戏份啊，不像现在几十集才出场一次啊。好吧，你只需要每天早晨7:30起床，开始做俯卧撑，做12个小时，那么10年之后你一定会变得很强哦。什么10年？不行啊，博士，我要个更快的办法。修炼东方仙术，每日打坐，不许谈恋爱，不许吃肉类，3年可以踏入强者的行列。不行，博士，还是太慢。去辐射区接受变异，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3个月可以成为5道强者。3个月不行，还是太慢了呀，博士。好吧，那就把你的内裤穿在外面吧，那样你马上就能变强啦。把内裤穿在外面，这和变强有什么关系呀？把内裤穿在外面，你就是超人了，超人还变强啦。快速变强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